如果真的有什么事，我也没办法帮他。你不要这样子。他其实是想要带给我一个轻松的工作的氛围。哦，不是，我纯粹只是觉得那个片场很大，滑板比较快。哦，追上正太顽皮，同力举办新《Grateful》专辑记者会，透露先前找王静一同拍摄 MV 的过程，紧张到想用这个方法压压惊。然后我一直很欣赏他的才华。从月老返校一直到人选之人，哦，我就很直觉的想找他，他也很爽快的答应。有，很有趣的反差感是在录音室他很害羞，我给他自信。对，但是到了拍 MV 的当天，我超紧张，换他给我自信。录音的现场其实刚开始是这样放松，然后不然来小酌一下，但后来觉得好，不要好了，还是乖乖录音。NG 很多次吗？其实蛮多次。对对对对对。超期待啊！如果有机会，一定是要找他过来合作，就是现场一起同台的。这个喊话王静听到了吗？发新专辑的同理，忙碌之余不忘到游乐园放松。不过意外的小插曲竟让他抱伤出席记者会。哥，好久不见。这个我刚刚就一直想问，这个是其实我近期去游乐园稍微休闲一下，然后玩了一个拳击机，打太大力。哇，所以是出了什么？是这里的骨头裂掉。搭飞机出国的时候，哥，手臂借我抓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，我也没办法帮他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要当做人家心安的保证。那一天我一进片场，我就看到 Jay Sean 他滑着滑板，他其实是想要带给我一个轻松的工作的氛围。哦，不是，我纯粹只是觉得那个片场很大，滑板比较快。与同门师兄追上的互动真的逗笑全场。不仅如此，同理也在现场演唱起新歌。如果打翻，摇曳一起走，摇曳是我在跟，划着爱情的小船，我没有理不会走烂，怎么小船说翻就翻，摇曳一起走，摇曳是我在跟。完全娱乐任嘉萱综合报道。